这尊塑像介绍的是冉雍，字仲弓，鲁国人，小孔子29岁。在孔门弟子中，他是一位贤德的君子，与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三人都因德行超迈同才而齐名。当孔子过世时，他才44岁。孔子有很多的弟子在年轻时亲近孔子，好学问难，私下研讨，再加上孔子从旁指导，所以当他们迈入中年时都学有所成，一番气象。塑像的他头戴葵冠，头发往后梳，很有精神，浓厚的须眉表现出威仪，此人一看就知道做事很有原则，为人老成持重，敦厚莫言，而且面带沧桑，这是能赋予重责大任。他右手承天，代表能承受天命，左手握着经卷，代表他能以道来治民，有着难面的气度。当他受季孙大夫任命，要到费邑任首长时，他请问老师为政之道，老师告诉他要对属下权责分明，要赦免百姓小的过失，要举用贤才，也告诉他出门要像见大兵一样，要有敬意，使用老百姓要成大器般的，要有诚意，自己所不想要的也不要加诸在别人身上。他也向老师提出拘禁行俭的为政之道，深得老师的赞许。他就是这样能以道致辞，庄严自己，厚重寡言，拘禁行俭，是这尊铜像所要表达的内涵。